青龙牛，还有一只啊，王姓名哦，也可以代打。之前也是因为感冒啊，还是哇被拉掉了，146公里快速球没有出棒，遭到三振。哇，这个三振是青龙牛队这场比赛被三振的第七个人次了。这球没话讲，这个球是投的实在是太刁钻的位置，嗯，没有话讲。